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十姐 Samantha。咁咧，今日首先咧，恭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先。上个礼拜咧，各位睇到我 publish 个 title 啦，喂，觉得十姐你有冇咁夸张啊？点会又话咩引爆欧洲经济危机啊？好啦，其实大家如果听埋落去嗰段视频，应该会好 agree 我所讲嘅嘢嘅。好啦，嗱，今个礼拜再用翻发生咗嘅東西的事件再去看我上個禮拜講的嘢，其實是不是一模一樣啊？美國亦都繼續啊，再將呢個俄烏嘅戰嘅局勢嘅氣氛咧，再繼續啊去 push 上去啦。咁啊，今日拍片嘅日子2月13日咧，佢仍然喺朝早嘅美國國務卿嘅布林肯啦，佢又再講多次啦，喂，俄羅斯好大機會會入侵烏克蘭。咁就即係咁叫大家要提防啊，要小心啊，準備定咁嘅意思啦。好啦，終歸究底個原因係啲乜嘢呢？睇返啊，最近啱啱公布咗美國一月份嘅 CPI 數字啊，嘩，去到啊咁多年嘅新高啊，達到 7.5%， 而十年期的國債更加去到兩年半的新高，超過了兩厘了。好了，那即換言之，它的股它的債呢都相對來說會受到一定的壓力在這裡，所以為什麼它要再跟大家說它要再刺激這個俄烏的國際關係呢？是因為只要真係激到俄羅斯普京出手去打嘅時間咧，佢就可以即刻對俄羅斯進行制裁啦。好啦，進行制裁之後點啊？咁當然啦，係會要挟其他同俄羅斯買油買天然氣嘅國家，尤其是法國、德國啊，喂，你唔好再同佢買油啦！佢依家喺個邪惡嘅軸心，你要同我轉翻入去買我嘅油、我嘅天然氣。好啦。咁換言之，一方面美國就真係愚人不理啦，另外一方面啊，亦都啊將歐洲其他國家同或者俄羅斯嘅貿易夥伴咧，佢哋嗰個通脹啊推得更高啦。咁啊，只要其他國家稅線啊，換言之咧，好多時嘅資金就會流入翻去美國去撐翻佢嘅股市同埋佢嘅債市啦。嗱，成個邏輯其實真係相當之簡單，我唔明點解仲有朋友覺得喂係。是俄羅斯最想打的，完全不關美國事，我覺得他們真的需要腦補一下。好了，咁再講返啦，咁既然係咁個市會點啊，繼續 SQQQ， 因為當一個加息周期嘅時候係相當之不利科技股嘅。好啦，利好啲乜嘢呢？現在咁嘅目局勢當然係利好天然氣、利好油啦，講咗幾個禮拜㗎啦。好啦，咁國際關係再緊張啦，亦都會利好咗個金，因為呢真係真打嘅時候呢，咁金呢相對嚟講，因為今次美國有份插手啊，咁可能啲資金有機會流入返個金嗰度啦。好啦，咁利仲有咩呢？就係、是、銀行股加息周期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再講返啦，不利嘅就換言之係科技股，所以 SQQQ 嗰啲我覺得啊可以其實係繼續坐落去嘅。睇返去港股嗰方面啦，港股呢科技股一定會受到美國嗰方面嘅影響，再加上佢近日出啲制裁啦，咁多數呢對呢方面係有或多或少都比較是負面的了。咁有冇啲乜嘢係好嘅呢？有嘅。咁因為呢美國嘅股市呢其他方面都麻麻地呀。咁有啲錢呢流入返去一個中概股嗰度。咁換言之呢，當錢流入返去中概股嘅時候呢，港股就有機會呀係表現得相對比較好嘅。咁但係有時呢港股好多時都跟跌唔跟升啦。咁雖然呢一排呢年初嘅行情開始呢會開始 opt out 咗，獨立咗於一個美國嗰個跌勢嘅方面啦。咁睇一睇佢啦。會唔會就算係低開之後會去咬翻上去呢？嗱，咁我哋再睇一睇翻先。咁啊，依家大概係做緊24,700、24,800左右啦。如果禮拜一係跟翻美國股市啊低開嘅話咧，我哋睇一睇24,540。點呢個期指個位啦，佢有冇一個支持啦？咁如果其實佢呢個位企得穩咧，港股亦都係未必會死嘅。咁不過啦，當然啦，如果真係有咩擦槍走火嘅話，你就可以當我完全冇講過啦。因為一逢係打仗、擦槍走火呢啲嘢咧，其實全球都冧噶啦，所以你講乜嘢都係冇用嘅。好啦，嗱，咁我哋睇翻啦，牛熊證嘅街火啦，我哋亦都頭先講過啦，其實東澳之後咧，先至個局勢會進入另一個可能真係會比較白熱化嘅階段咧。咁而呢、這個白熱化階段之前咧，總會其實有一下咧會抽上去散貨嘅，即係我自己係咁樣睇法啦，唔知個市場同唔同意我睇法啊。咁你話講到港股啦，咁
有啲乜嘢好炒咧？咁啊，科技股嗰啲咧，我會覺得係真係等到跌到咁上下，你見到個勢，喂，嗰日真係想夾翻翻上去喎，就即刻做啲 long call， 做翻都係做翻啲大隻嘅科技股啊，騰訊啊、巴巴啊、快手啊呢一啲。咁但係咧，真係一瞬即逝啊！就真係純粹 call call 完之後咧，一日之內或者一兩日啦，走食噶啦。好啦，嗱，咁啊，另外一方面啦，有冇其他啲個股可以睇一睇嘅咧？都有，不過都係短嘅，就係只1729匯聚科技啊。咁啊，短線可以望一望嘅，點解呢？因為其實2月7日已經有消息傳了，有其他企業會收購，咁就咁啱啦，喺2月11日收市之後就公布了蘋果三所、果鏈三所，即係蘋果個供應鏈啦。2745.S is that， 咁啊，佢喺深交所嗰邊上市嘅立信精密咧，話呢個估值呢間企業的估值相當高，超過3000億，提出一個收購邀約，邀約價就是 0.8， 比收市價 0.81 就高出了 0.01。 首先去看回匯聚科技是做一些是即類似一些電線那些，譬如 Type-C 接口那一類相關的線插頭那一類的東西，它當日星期五啦，大概5時嗰陣時咧，即刻做咗個洗倉行動，最低1:13左右啦，就去到0.65啊。嗱，呢個技巧係相當之純熟嘅。我明知有好嘢公布，哩立立落翻一大陣，等你班人拋曬啲股票出嚟先啦。咁跟住佢收翻翻貨啦上去。好啦，嗱，咁既然有呢個邀約嘅話咧，咁大股東應該有係70%嘅，應該係啦，有74.67%嘅股權，咁其實都頗為乾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去睇一睇翻星期一，如果開大概1蚊至1度啦，睇睇有冇一個博上去嘅空間，咁當炒格仔咁樣啦嚇。咁如果佢開到超過2、3嗰啲，咁我就唔會博噶啦。咁因為拍片嘅日子係2月13日，咁我純粹係啦，同我自己啲朋友去睇睇呢一隻股票。2月14日開的時候有冇咁？不過係啦，咁播到出到街的日子可能都不知道會不會過咗，但係如果見到呢些價錢啱位嘅，咁不妨搏一搏啦。好啦，嗱，咁今個禮拜咧就先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下個禮拜一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